好鬼啊，兄弟！三公三公三公，房圈了，房圈房圈，东东东东，不用房，两宁波城。啊，宝不用房 ，OK， 卷起来呗，给宁波宝宝卷，一号卷一号卷，小姐宝宝贴个小姐宝宝贴个女儿穿，还是给女儿顶一个，有没有快的？有人给我顶了，我顶。失误了，看辅助速度，这队伍好眼熟啊，兄弟，好像是奈须弥啊，我怎么记得他这队伍是？很猛，这是不是那个台中湾那个队伍啊？对，我们联赛打过他。我想起来了，很有印象。你连我什么意思？我操，胖你没他十多块？嗯，妈。哎，我刚把我跳了，你知道吗？想给自己在前面顶一个，直接跳出去。不对，他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想了半天没给自己顶，别看，兄弟轻点，兄弟们贴我。我们不多快啊 ！OK。啊，不是很卷得动啊，兄弟。啊。关，先放下吧。好的。两只耐法四五，把队长先放了吧。好。我的宝宝最快的，有只全力。四号先把四号卷掉吧。五号林墨先把五号卷掉，先把五号卷掉。五号林墨尘，有看过怎么拉我吗？我的拉龙三的顶。OK OK。你自己也可以顶上，看你顶不顶。我的最那谁拉我，同拉我，然后同宝同顶我，同点五号秒，同宝宝顶我打金，胖你拉我好吧？把五劈了，小姐宝宝就贴，小姐宝宝贴，小姐宝宝给龙三顶满，给龙三顶满。我日，你别这样搞，兄弟。反正放了几个，两个两个，左边的左边左边的队长，双飞机啊，啊一个飞机，贴一下，残多少分？残多？我现在59。这么折磨，我操！谁有金青啊？两个法器，小姐人呢？小姐有金青吗？龙三可以顶，得精一个先。小姐精一个，龙三先秒一手。贴下我花生。我也够了，高速给我顶，高速给我顶，胖子你要把金，要不你先，要不你挪一个，胖子一金一挪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金金放了，你放金金吧，就一只虚弥了，我推你得了，哎，你推，要不你也把，你要不放两个金金先，高速给我顶，小二姐，下高速给我顶，然后我给前面法医顶了，韩东自己顶，韩东把灯点了，韩东，龙宫先血，宝宝先顶血，这俩不要出手，全部顶血，宝宝自己看着顶，四号，我们都顶血了。先把血，先把血顶起来，血太惨了，这不，这要无间，我日，我操，又提起来了。我不一定在了，我操！还有一个金星，一个灯，他是放下的吧，东东？我是点灯。我操！哎，你不点我灯啊？你点点女儿啊，兄弟！啊！龙三贴，
哇操！我操！不对呀、啊，这伤害为什么这么猛啊？没无疆。不是，这林伯成改了吗？林伯成现在是很怂。你出个归属养护出来，我叫辞下就行了吧，把人。我有归宿。同有归宿吗？没有。一回合，同有养护吗？养护也没有这个。那你龙只能先点四号卷、啊，然后高速给龙宫顶，先把龙宫顶起来。我们人物先把龙宫血顶起来。我给龙宫顶一个，然后东把四号劈了，东。等慈航了，只能。无间的事情吗？可能无间金刚嘛，太猛了这也。换两只归宿出来，一个归宿我怕到时候怕一个鬼眼出来直接清光了，拉不起来、啊。关键是你知道吧？我没队长快，普陀也没队长快，对吧？普陀比队长快，你也比队长快，下把没马了。没马。哦，没马了，那就有他快。千速拉化身，化身换归宿。省了，就是鸡巴一个那个了，好像。只有化身有归宿吗？普陀也有。先千速拉化身，化身出一只呗。千速小师姐拉化身，化身出一只。龙宫看着试试尝试出宝吧，出不出来算了。尝试出没有归宿出千速，龙宫。看着出这宝出来，嗯，我还是守着小宝最快的。看我，看我，看这是千归宿能不能神了、啊？说白了，太猛了吧！这队伍，我日他妈，得神多少次这归宿？得神三次，拉我。我觉得李莫成肯定伤害不对，你知道吧？太猛了！东多少房？东东，我先三天一的房，一面板。太猛了，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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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肯定是不对的，李莫成，这打不了，这刷了。以前我们打这种都不可能这样的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伤害高，李莫成。怎么可能化身普陀扛不住啊？